等一下，你没戴头盔，你不要跟集团哦。他有。我叫人帮我拿了。太危险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哪里不敢戴头盔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们。来啦！就这几个人，还是前面已经有。走了，已经。赶紧追，谁带个风？有队友需要借我的工具吊鞋子，搞到大队伍都走了，追了半圈没追上，只能走捷径。冬训肯吃苦，开春猛如虎，现在晚上也十来度而已。不得不说，好多车友还是穿短裤背心都继续穿，真的猛。我反正是冷到不行，不过你们北方的是不是很羡慕？今天队友摔车，提前结束拉练，不过我估计也快跟不上。大佬们，冬天比夏天还猛。大表哥，你衣服借给他。你冷不冷？冷不冷啊？冷不冷啊？我看你。哎，我有。你那时候退了之后，马上就感觉。该说不说，停下来，大家都马上开始冷。叫了滴滴是吧？抓了，抓。我帮你把这个码表给暂停了吗？是。那现在缓一缓好一点。是。主要是冷，还有一个，一停下来马上冷。那个激情过后啊。你说的是哪个激情？我震惊的说你要往歪的想，你还怪我知道吧？看到队友没什么大事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